我们敬爱的刘会长啊，那我们来自于还有看到来自于不只是 LA 地区啊，还有我们旧金山啊，还有这个圣地亚哥地区，还有这个西岸啊地区的各位乡亲哈，因为我倒是很多人，但是我怕我一讲您的话一落乱哈，所以我就一一称呼哈。啊，各位乡亲。大家午安，大家好。真的很高兴啊，因为我应邀到 Houston 去做一个演讲，是关于这个中美贸易大战啊，那以及台湾的因应之道啊，顺便做一个这个 assessment 啊。那本来是搭长龙直飞Houston， 那就因为帅哥的关系啊，长龙的罢工呢，为了那去了几天，我就这次就杀多了这个LA。那因为我 LA 有很多的好朋友，那知道我要杀多了 LA， 就说：“哎，我们今天七月五号啊，正好要成立啊那个海外后援会，你们能不能来跟我们互相设计一下？”我听到很高兴，我觉得意有荣焉哦。因为我2016的时候啊，我是海外召集人啊，我是海外召集，我跟大家。都有过去有一个工作的一个关系，所以就很高兴，意外的惊喜啊，有这种幸来到这边。那我今天啊，然后就是要跟各位报告啊，小于这三年啊，我们整个团队的啊，这努力也在努力的啊。那这努力啊，就总统的职权来看的话，总统职权有四大面向：国防、外交、两岸。跟重大的这个情况，国防，大家思索一下，2016年这个熊山飞弹的这个误射震惊全世界，到现在老公都还不相信那个是误射，因为那飞弹太准，而且是雷达完全没有侦测出来，现在已经被列为世界前三大的毒死命missile之一，可以说是百发百中，那对台湾的安全提供了海面上，尤其在海面舰只哈，甚至对岸的这个陆地哈，我们都已经可以很精准的重打，提供了很大的屏障。再加上除了增程各种飞弹的这种物件，台湾现在飞弹对海对空，哇，已经对陆的这种整个物件它的密度仅次于以色列，有人估计哈，至少10000枚。那高的有关估计要15000米，所以整个往海面往，只要有任何敌军要想来犯的时候，其实我看出动不久已经把它全部被打中了。那所以我们的国防再加上大家都最近都知道的哈，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售F-16V， 现在可以说是很多人都认为。它是跟 F-22 并驾齐驱，最有战斗力的这种，而且是最有最精准的夜视雷达、和平装置，随时瞄准，随时命中，甚至它可以从你那个，你不是那个人，你看那胖大的，只要在后面被咬住，你不要甩脱人家，你不用甩脱你，人家从后面把你咬住啊，你可以这时候射响尾蛇飞弹出去。然后你转头就走，然后响尾蛇飞弹转弯180度去打你后面那个人，去打你后面那个人，这个就是百发百中。现在这个 F-16V 的话，这种它的精准的飞弹啊，还有以及它的这种射控瞄准系统的头盔，还有它的这个引擎，现在公认已经是可能是超过 F-22全世界最好的战机，仅次于那 F-35，但是 F-35的战斗力都没有它。现在66架，你看就要批准。所以，台湾的国防这40年来从来没有如此强大。加上我们自主国防，我们自己研发的，还有这个各种只要国造的这些潜艇啊等等的这些呢，巧了一旦序列进入了这个量产之后呢，那我跟各位报告，我上礼拜我才跟那个 CSIS 的这个班格雷斯。巴黎对此跟他来讨论，他也来我们贸易讨论，就一些情报问题跟我交换意见。那我当时就告诉他说，以台湾这个国防的现在的这种经济
只要美国持续的 supply 啊台湾啊这个足够的这种金子之后，我们可以击败任何白粉的这种势力。哦，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国防，你那个军机从深度来讲，辽宁舰从老，对台湾的人心影响已经降低到几乎是零。Nobody give a damn。哦，对股市来说几乎都没有，已经完全没有影响。这证明了什么？我们自己的国防信心以及国防的determination，这四十年来从来没有如此强大。接着我讲外交，大家都知道，外交最重要的对象就是美国。那这两三年来通过了什么？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最近的台湾再保证法，讲不清台湾再保证法是414票对0票，零票，也就是 Paul Bryan 就是上届的那个 Speaker House Speaker， 他来台湾演讲的时候说，美国的四十年来由于政党恶斗，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 bipartisan support 的，尤其是零票反对的，他只有在台湾破例。这个美国现在对台湾外交的支持，现在仅仅只差一步，叫做正式承认你是邦交国而已。那大家不要以为，大家 take for granted， 以为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是这个苦心孤诣，我们不断的小心谨慎、低调的来进行，然后赢得我们盟邦的，尤其是美国的充分信任，由于支持。现在有人开玩笑说，现在好像是这个美国拿了一个 blank check 给台湾。哦，你除了要填台独那两个字以外，其他怎么填？而且我在这一两年来，我拼命的在鼓吹哦，我们跟台湾，我们跟美国要签那个 BTA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也就是我半年多以前在9月27号，在美国华盛顿智库 CSIS 演讲，我做了一篇的。Connect USA and Upgrade 台湾，啊，我里面呢就特别一直强调，我们跟美国将能够签到百年都缺口的话，那我们这有这层突破，那一切外面对我们的封锁，让我们去签 FTA， 不管是 RCEP， 不管是 CPTPP， 不管是平等的情，因为最重大的市场就在北美这个市场，这个市场一旦是一个 free market 的时候，跟我们是一个 free market 的时候呢，跟全世界。都变成 free market， 就任何的阻碍都挡不住我们这个整个跟全世界经济的这种是非常壮大。那我认为，在小英连任之后呢，这个 BTA 哦，可以很顺利的来开展。哦，那我们可以把台湾的这个经济哦，迈向新的一页。啊，这是外交。哦，那外交大家也知道，日本方面是很高。台湾的这种友好，欧盟又有高级的人权的议题，我们在人权的议题是高度的得到欧盟的这个赏识，哦，所以我们民主盟邦美日欧盟对我们支持度是无与伦比的，这是可以从这次的WHA 的那发言里面呢，哦，我们邦这数目还有一些先进国家数目都打破以往的记录，可见是一斑。就是外交的一个成就，也是四十年来从来所没有的，这得到这么大的重视。然后我再讲到经贸，经贸我们去年的经贸数字，进出口6222亿，这是史上最高 ，GDP 的1.1倍。我们经贸，我们得到外贸数字，进出口加起来超过 GDP 10%。那你讲再加上就是说，在台湾接单，因为那个数字很难去计算，在台湾接单，但是在中国大陆生产跟在越南生产的，例如这些啊，这些只要再加一个，至少保守估计，至少有1800亿到2000亿之间。那个数字再加上去的话，都是不得了的这个数字哦。而我们的经济成长，2017年的2018年，2017年是小英的经济元年，是南向的元年。2017年我们经济成长是3.08，台湾几时才看到这三个数字终于出来了？
我们甩脱远远的甩脱以前马英九保一保二总队的窘境，大家还记不记得保一保二？甚至有一次 minus 窘境走不出来。哦，然后呢，我们2018年因为下半年本来上半季啊，上半年都是超过三，但是下半年砍下来，因为终点贸易战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结果我们去年2018年的成长是2.63。但是2.63就是 well above 2.5，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先进的经济体里面，超过2.5的这个 consider 是一个高的成长，哦，是一个稳定的高的成长，是很不容易得到的这种成长。我们超过了这样的一个数字，而我们的失业率现在是降到3.6，是20年来最低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纪以来最低的一个。当然说这世纪在个国外的之下呢，失业率偏高，然后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偏高，哦，然后年轻人所得偏低，哦，然后贫富差距加大，这是一个global的一个现象，这大家都知道。是台湾的失业率竟然能够降到3.6，这21世纪以来的最低，哦，这个成就。但更重要的是，股市。在2016的大概总统就职完不久以后，就上了万点，到现在，它维持在大部分的时间，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维持在万点以上，偶尔波动，受到中美贸易战的波动的波动，但是一下子都回来了。这股市是稳健的，而且一直在万点盘旋，这是从来所没有过的一个行情。哦，然后小英的这个5+2的这个产业。哦，新南向政策推行至今，你看这个韩国的文在寅大统领，他也在印尼发表了一个新南方政策，完全超台湾的。啊，我偷偷跟各位讲，我跟我贸协的啊董事长，我是副董事长，被韩国都请过去，去被详细的请问说，你们南向政策是怎么一回事？他不发布，那个文在寅就发表了南方政策，一模一样。他只是为了面子，把它里面改了一个词。哦，那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南向政策，后来中美贸易大战证明他是非常有远见、非常有成果的一个政策，而现在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中。哦，所以然后5+2，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5+2？5+2里面有一项产业叫做智慧机器。智慧机械啊，智慧机械啊，我们过去两年的时候，我们会报告，2017年我们机械业啊成长了21%，这个恐怖的数字，比成1%，就是小推动这5+2产业，在2016下半年推动这5+2产业以后，2017年那一年开始要上去的时候啊，2017年成长了21%。产值从8800亿涨到了1兆1000亿的这种总产值，然后2018年上半年仍然不错，但是到了下半年呢，会受到中美贸易大战影响，这个中国的需求大量减缩之后呢，啊，那么整个就是稍稍的哦，成长就8%，哦，但是也是相当高的一个增长。那假以时日呢？它很快会破2兆元，产出2兆元。那我们的机械业在世界上的统计，我们是机械第四大出口，第四大哦。你知道前三大是哪些国家？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德国、日本、意大利。这三个国家哦，正好是发动2次大战的国家。能够发动大战的，就是因为他们机械工业非常发达，它才能发动大战。那我们现在。六个意思，我们不是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是反攻大陆，我们是要工业4.0呢。我们呢要结合我们的 ICT 产业，我们为什么叫 smart machine？smart machine 的industry 就是智慧机械，就是结合我们那个连国务卿、美国国务卿庞贝尔都说，我们的 ICT 产业是世界的 powerhouse。那台湾所生产的 semiconductor 是世界第一，最多的量，有将近60%左右的。是台湾生产的，台积电是最大的，大家都知道。
那全球的全数大约有八家是台湾的，所以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一个实力。所以我在那个 CSIS 的演讲，我就听过了 Content USA and Upgrade 台湾哦，的意义就是说，我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种 ICT 产业跟机械产业这种 Hardware 跟美国的 Silicon Valley 现在来自于 Silicon Valley 的好吗？还有我们在这边啊，这 Silicon Valley 这些软体，还有它的 innovation， 它的 startup 结合起来之后，那台美就会变成世界工业4.0的领袖地位，而且是没有人可以打破它的。因为双方的这种结合是这样的一个供应链，这样的一个产业链，而管理结合是没有人可以打破的。那可以 make sure， 所以我当时喊了一个口号，我说 ：“The combination of 大陆巴黎 and Silicon Valley， 大陆巴黎是机械产业的重镇，大陆山。”And Silicon Valley, that will make America strong again, and Taiwan, but America great again, and Taiwan strong again. 那如果这样一个很精细的一个故事哦，将来台湾一定会在经济上一定会产业升级，脱胎换骨，迎接未来的一个荣景。那阿嘴根据 CNN 的报道，我说现在。四大 benefit from trade war，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的四大国家，他居然列的是越南、台湾、韩国跟孟加拉，台湾已经列在这四大的 beneficiary 里面，所以将来其实大家都在看好台湾。那台湾呢，目前这个如何来应对这个中美贸易大战的危机？印度全世界可以说是最好的。本来韩国估计我说我们可能受到的影响会最惨，但是 actually 中美贸易大战爆发的进入七月起到现在2019年的这种经济成长，第一季我跟各位报告，台湾是四小龙之首。因为受到这种中美贸易大战嘛，那个香港的成长率是0.6，只要0.6。新加坡是1.2，那个韩国是1.7，台湾1.71，四小龙之首。也就是说，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它印度的 impact 印度的最好。那台湾呢，还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意外收获。几十年来一直在强调的归于返乡，台商回来投资。我们一夕之间呢暴涨，我们本来今年预计就是说，本来设定的目标说有2000亿，这个回来投资2000亿台商，2000亿的资金回来投资，就不到2-3个月呢就破2000亿，又破了，后来又把它调高变成2500亿，都全年设成2万亿，结果呢又不到1个月呢又破了2500亿，那后来呢小鱼最后是什么金啊，下了金命状。不然你设定5000亿，结果现在我出来的那一天，已经正式合格的银行额贷，然后也不选了，这样的金额你知道到达多少？因为这数字是绝对不会错，因为一个单一窗口在黑土就接近你3690亿，还有后面一大堆在排队，我已经看到好几个要 case 很大的报 case 要排队。所以这破了5000亿大概未来1-2个月的事情，全年甚至可以上看6-7千亿，这是不得了的。那台湾呢？这些电子的五哥，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最我是靠电子业的，电子业的五哥，四个都回来了，还有一个在学东华，四个都回来了，未来这个三个人脉够大，在台湾的地方，夯起的都是做两圈。那大家也不要担心，台湾的五缺的问题，其实我是觉得有些工商业界是为了希望政府能够多给一点，不断的给教给教。其实台湾没有五缺的，现在天气这么热，台湾现在天气这么热，被宰老板要10%，被宰老板还有10%，零点二，绝对不会缺点。然后那个地的方面呢，现在也是只租不卖，然后防止你炒工业地的这种措施不断的在响应。
而苏贞昌院长更推出了，除了鲑鱼海鲜以外，你知道耕耘台湾的这种产业呢，那我们也扩大贷款。那么贷款是什么贷款呢？我们补助利息差额，比如说贷款的利息是2%，那我们就补助你这2%。那我们用500亿台币，准备500亿台币，那你补助2%，意思你可以做2兆5000亿的生意，大家懂不懂？就是你可以去借2兆5000亿的钱嘛，因为你这时候借钱变0%，我补助2%给你，你借钱变成0%的意思。那这种集中炒作嘛，然后这里破解什么？你跟留台湾产业去投资在，尤其是5+2产业的这种相关产业的话，台湾真不缺钱，台湾完全不缺钱的，台湾缺的是大力的投资，大力的威仪反向，我们现在都办到了。哦，那这个东西真的是，真的是大家可以看不见，这个东西所带动的事情太多了，包括连房市久久不能动的这个房市呢，现在也活络了起来。哦，太多太多了，我觉得假如那小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持续下去，我们明年呢，一定可以迎接更大的经济往前。两岸，大家会说，我是对中国政策不相信，两岸对中国政策。有人评论小英太晚，小英太怎样？但是我告诉大家，不是小英因为要南下，所以对这两岸的经贸都不满，这是牺牲两岸经贸。我跟你讲，我们2017年小英经济元年，对中国的贸易成长，尤其是外交增长16%。那我们那一年的外交成长是 average 是 3.2， 它远高于这边的东西，而且是世界各个重大地区里面是最，它成长最高的就是中国，第二是东南亚，第三才是可能是日本、然后美国等等，这样依序这样排下去，它成长是最高。我们贸协在中国的那个十个据点，我们推展贸易是不遗余力，根本中贸易。根本没有受到任何的，对中国贸易根本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而且顺差还是不断的一个飙升。但是我们基于安全的考量，我们有这种南向，我们有分散市场的考量，这是非常自然的，而且是非常健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经贸持续成长，但在这个关头里面呢，我们在主权寸步了。
民意人权这样的一个国度，哦，那我们呢屹立不摇，而且我们在主权方面是寸步不让。所以大家真的仔细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位总统，这样的一个政绩，大家要不要持续的来支持？当然，有人会提到过去的一些改革得罪很多人，比如说年金改革。但年金改革，我跟大家讲的是包容。年金改革要推行的时候，好多人告诉小明说：“哎，就不那点了，这种是最得罪人的事情。”哦，这个人这种事肯定是说从人家的口袋把人家钱还在里面拽，你莫胡乱，你莫胡乱，岂有小明啊？看几个人里面拽，你我跟这个比哦，这比杀父夺妻之恨还恨，你知道吗？这种事情不能干。小明跟我们讲什么？他说，当第一任总统最有能耐、最有能量的时候，你不做，你第二任不可能做。你说啊，这么得罪人，然后你到下一任来做，下一任你不能再当总统了，对不对？你任满了，你准备要任满了，那除非要接你当总统的人，你讲哎，就这么点哦，你不要害我到跑掉掉。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哦，这种年金改革从李登辉其实就开始锻炼哦，这不是现在的事情，李登辉、陈水扁是马英九来就来提出的版本哦。然后是被国民党在那个立法院打掉，然后现在这小英把它做成了。哦，难怪哦，我在2017年的司法院的时候，我接见那个匈牙利工商总会的会长，他的名字叫 Pelskis， 是为什么来台湾呢？为什么司法院来台湾？他是奥林匹克委员，他是两届奥林匹克击剑冠军，两届世界杯击剑冠军，等于称霸了那个剑台。花剑哦，16年，哦，这个人长得非常英俊，185多，长得像好莱坞明星一样。见过我冒险女生都出来干，叽叽叫这样子。哦，那我坐在他旁边，像个 little boy 一样，哇，这个是香烟的 super star 啊，进来。然后他跟我讲说，他去参加那个司法院，哦，然后看到那首发来壮士在那边 block。把他 block 住，然后那个选手不能出去，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场面？他说：“哦，这个现象其实叫攻击你的国家。”他说：“第一个，这证明你们这个国家是一个100% for free， 我用他的原文 100% for free 的这种 democracy， 而且是一个绝对自由的一个国家。所以这种 protest 天天上演，而且都无所谓。好，然后呢，他说那一天本来中国不会怕，对不对？不出来我是不拿旗。后来是大家决定一起出去也不分哪一国，我把这个衣袖全部不见。中国是不会怕的，哦，有人来的时候不进去，或是说不拿旗子等等的，那这个衣袖被化，无形中化解掉了。然后他讲到这里之后，还跟我讲什么？他说，因为他在世上他没有办法去见小明哦。他说，你只要有办法的话，你务必带他哦。向小明致敬，我说致敬什么？他说，这个年金改革是在每一个欧洲的领袖，包括总统也好，总理也好，在欧洲的领袖，每个人都在想这个，可是没有人敢，也没有人做到。他说小明居然敢，而且也做到了。他说这是跟下一代负责任的行为。那我跟各位报告，我也曾经问过他说，哎，啊，我们改掉了，好，改，我好像改掉了东西哈，这是什么？我把马英九的版本拿过来，然后说，然后火速的在立法院通过，然后马英九的版本我说，哎，我们完成马英九未竟之事，这不是人党干的，这是马英九干的。哦，那至少后不是650大板了，不是我们民进党还有100大板，屁股都开花了。那军工教的那个许昌的律师，他家属的律师哦，还有军工教的写文章哦，甚至传播谣言哦。哦，那个民进党去年那选举打击到大到无以复加，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很骄傲的讲，因为马英九的版本其实已经都计算过，只能撑到2023年，但是那里还是破产啊，所以我们才做了。那我们的这个改革以后呢，第一年哦，那从七月去年七月啊，到现在
企业有做一个大致的精算，已经省下280亿，而且280亿马上挹注到退伍基金里面，使这退伍基金更加的健全。所以世世代代这些官员都可以继续领下去。所以这肯定是不得了的改革啊！那另外一个呢？同性恋的议题，同性恋议题得罪了所有的保守主义，得罪了所有的宗教，得罪了所有的，甚至有人在教会里面谩骂啦，还写谣言等等等等。但大家看同性恋议题，等台湾通过的那一天，全世界我用统计哦，最主要的94个通讯社全部都是用100个第一条来报道这件事情，对台湾的推崇是无以复加。那对台湾国际的地位哦，那个提升台湾的人间，现在台湾只要上升国际媒体都是天灾人祸。现在第一条，而且都是举这么大拇指，说台湾真是一个先进的民主国家。然后我们看看社会，本来以为说哦，这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传统价值 ，actually not， 因为它只是虚的专访，它并没有改变了这种对于婚姻在民法里面的这种定义。他没有 affect anybody， 他只是给一群他天生性向没有办法，而且他也有适当的人权，你给他一点 mercy， 给他一点人权的对待，让他有享有应有权，如此而已。这有这么困难吗？所以通过以后，虽然还有些团体在里面，可是整个社会是包容的，整个社会是掌声的，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这个小，所以。最近这个民调显示，很多年轻人都是因为这个议题，看清楚了这我们的这个哈，我们的小政是非常有原则、非常有远见，是抓住了这种先进核心的价值，都转头过来来上头。那有很多在反同性恋的讲，大部分都是滥交啊，什么大部分那种，那个真的是哈，那个真是完全不符合常识的。我跟各位讲，滥交那个异性恋会比较泛滥。因为异性恋跟老外交流对象比较容易啊，同性恋跟同性恋还比较困难，是不是？你从统计学一看就知道了，总可以把这种乱扯一通，然后制造一大堆谣言，啊，然后我们根本就改变民法里面的任何定义，没有 affect anybody， please。所以你看看现在对于这个议题，你可以想，是有眼界，这两件事情。三个主要都这两个我做的很好，然后最后讲到劳基法，劳基法有很多标啊，或者是三书啊，哦，劳方书，资方书，然后社会书、国家书，四书的这种，因为大家想想看，劳动人权啊，是在所有人权里面是最重要的一环，它也牵涉到经济人权、劳动人权，啊，那。这个当然，它的过程之中有来有往，那我们就是怎么在调整。但这条方向要不要走？要。那我们承认，在做的时候，也许规划了不尽完全接近疫情，或是完全接近大家的，但是这个可以与时俱进，慢慢改进。但是它的方向对。好，今天我们真的在这边讲太多了。那我们民进党，我们小民进党，当然有很多值得批评。那也欢迎大家来批评、来指教，然后来指正他。但是这样一个方向正确、引导国家迈向正确的方向、引导国家迈向往前的这样一个小民政府，我们是不是2020一定要继续支持？我现在下台鞠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